回来了。OK OK， 我刚准备好了一些道具，你知道的。欸，那大对决我们是要对决什么项目啊？因为一般来说啊，如果要戴护目镜，我会很重视它的便利性，就是重量轻不轻啊，或者是好不好清洁啊，那要怎么样抛弃啊，抛弃它 ？OK OK。嗯，那重量、清洁还有更换性这三个点，就是我们这次要测试的项目喽。对，第一步当然就是重量哦。重量，好、哦，大港你已经准备好了，我道具小神童，好不好？来，电子秤，道具，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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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开关 ，B OK。第一步，我们要先来测试传统护目镜的重量，究竟几公克呢？39公克，怎么好像蛮轻的？不错，是不是有点紧张？我告诉你，我大新形态薄膜眼镜应该也不会差的。各位观众有没有看到？不到12克。OK， 是蛮轻的啦，蛮轻的，好，过，见真章了。好好好，欸，那第二项是啥？第二项啊。像我们有的时候外出回来啊，这些护目镜还是需要清洁一下的嘛。是，那不如我们就来看看哪一个比较好清洁哦。比测试又要再讲一次，我已经准备好道具了，拿出我们的酒精湿纸巾，出出出，来一二三，一起撕开哦，不要作弊哦。好，一二三，嘿，哎，拿出你的护目镜，狼嘞狼嘞，你家。护目镜在这，等一下，先让我把它打开，打好，我好了，等你。欸，不要作弊，一二三之后才可以开始。好，买给。好的，我好了，等你。你好了吗？好了，准备了。一、二、三。欸，我好了耶。你还在忙什么啊？我这个角度略多，角度稍微多一点，就需要清洁时间稍微久一点呢。哦，是这样是不是？那你加油啊！等我清完再找你。OK， 好，我清完了。好的，好啦，那大港安妮，我问你啊，如果你那一副护目镜啊，真的已经用到没有办法再用了，或者是你今天是医护人员，上面真的已经被喷溅到液体了，必须换掉，你要怎么办？受到污染，换，一个字就是换咯。怎么换？整副丢掉啊？就说再换新的啊，我还买了很多护嘞。那新形态薄膜眼镜厉害，就是它可以只更换前面的薄膜就好咯。那一样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你的平常使用方式啊比较正常的话，那就是清洁以后还是建议2天更换一次会比较安全。那如果你是比较高风险的职业环境，像是医护人员，还是建议大家每天更换哦。每天更换，可以更换的薄膜听起来有点令人放心呢，不得不说。是，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对我们刚刚的大对决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呢？我是一，好，我 always 第一，第一。传统型的护目镜，你比较喜欢传统型的护目镜呢，还是第二个新形态的薄膜眼镜？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们。经过第一次的大对决，先来看一下 ，everybody 喜欢一还是二？什么？有人说大港安妮要抱气，我不会抱气的，在荧幕前面我不会抱气的。好，大家。继续留言，看你比较喜欢一的传统护目镜，还是二的新形态薄膜眼镜？大家好像蛮有兴趣的，针对我们的护目镜，真的哈、哦。那我们要加码继续测试啊，不然的话怎么对得起现在留言的各位？那当然啊，护目镜最重要的还是佩戴起来的舒适度吧。我觉得我佩戴起来舒适度没坏呢，真的、哦，坏嘛没坏哦，不如带给大家看好了。Oh. OK OK OK， 不要作弊哦。好。再倒一下，如何？不错哎，其实我觉得我戴起来有点未来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好看。我的戴起来也看起来非常的专业，而且防护性也很足够。就我自己的感觉啦，它是一片式的180度的包覆啊，
一点棱角都没有，也不会反光，视线非常清晰呢。你的呢？我跟你说，我这里啊，你看包得紧紧紧，这里然后也可以贴合这底下上面。其实我觉得我的包覆性挺不错的，而且戴起来也蛮舒服的。其实新型态薄膜眼镜呢，上面也是有包覆的哟。OK OK， 所以我们都很不错啦，是吧？是。一起，等一下，一休尼，一休尼 OK。怎么了？突然喘气喘成这样？哦，我在测它的防雾效果。哦，防雾效果。你看我的没有起雾。你以为我的会起雾吗 ？No， 其实传统型护目镜也是不会起雾的哦，不信你看。OK， 都没有，不错。OK， 我，你在做什么？你看它的服帖度是不是都没有掉呢？哎呀，我的狂甩也是不会掉的。你要这样也可以。其实我狂甩也是不会掉的，而且舒适度这件事情。让我笑一下，舒适度我们出球。OK， 来，我们要戴安全帽啊！一二三，记得出外的时候也要戴上扣环哦。对，安全帽要扣好。出发。好，我觉得我这个新型态薄膜眼镜啊，戴起来的效果非常无感，像没戴一样。你呢？这个当时也就挺突然的，它的镜角部分就是有点存在感。你懂的，就不说了，它就有一点存在感，有点明显。好哦，那我了解了。那我们今天大对决也差不多就到这边啦。对啊，我们今天准备了六项大对决，重量啊，更换啊，清洁啊，然后到狂甩防雾功能跟我们现在安全帽测试的效果如何，其实蛮多项的。大家整体看完呢，会觉得传统型护目镜一还是二？新型态薄膜眼镜哪一个比较好嘞？大家快告诉我们，下留言告诉我们。咦，刚刚没声音是不是？哦，有人说薄膜的比较有未来感呢。哪一位？好的，其实我觉得我也挺有未来感的啊。是吗？现在看起来就像太空人，然后戴着安全帽跟这个戴着，你知道？看起来很贵。底下留言一或二，你喜欢一的传统护目镜还是二的薄膜眼镜呢？大家现在一面倒，二，太夸张了吧？那我直接赢了呀！什么赢不赢？我刚才说每个人都可以再考虑一下的啦。A 是说我们安全帽到底要戴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太无感了？我就一直在等你讲这句话。哦，很不舒服，是不是？我是有点太无感，我怕你很不舒服。我是有点存在感啊，你知道的。OK。哎呦，那大家对今天的节目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哟。对啊，大家是喜不喜欢 Taylor 呢？喜欢 Taylor 的哪一副？喜不喜欢护目镜呢？喜欢哪一种护目镜的效果？我们刚搏命演出哎。对，那这边也告诉大家，新型态薄膜眼镜啊，它现在有两种颜色，一款是黑色，一款是白色哦，比传统眼镜的单一种透明颜色的选择又更多了哟。黑跟白，哎，讲到薄膜眼镜，我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说分享直播就抽啊？哦，没错，我们可以，大家刚喜欢二的朋友真的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分享直播就抽新型态薄膜眼镜，我们即将送出30组，30组，然后出来直播就送。我先去分享一下。哎，你先把那30组拿出来给大家看啊。好，抱歉。锵锵锵锵，我们即将送出30组新型态薄膜眼镜 Brandon Glasses 的。那活动呢会在6月21号礼拜一晚上11:59结束，在礼拜二的时候抽出30名幸运的观众，每一位幸运的观众呢30名可以获得1组，同时还有一副镜架跟一片薄膜的
Brandon Glasses 的新形态薄膜眼镜哦，感谢 Sugar Daddy。对，谢谢 Sugar Daddy， 而且大家也不要担心，后面都有说明书，说明书上非常 easy 的告诉你哪三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好不好？赶快直播分享起来。好嘞，直播到了尾声，大家午餐应该都快吃的差不多了吧？感谢大家陪伴我们一个午餐的时间，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如果你还有任何想要看的品牌、想要了解的事情，或是就是纯粹想要问我们的问题，现在赶快留言告诉我们。快点留言，大家有没有留言想告诉我们的事情呢？好，我们分享分起来。对，一定要赶快记得分享，才可以得到有机会得到刚刚的新形态薄膜眼镜哦。好嘞，我们好像差不多了吧？八豆摇摇，对呀，要来去吃饭喽。你们要再跟各位说，跟各位说拜拜，下次见。对啊，下次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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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你会觉得我们刚刚有点太疯了？你会觉得我们刚刚很干吗？有点在那边甩跟和气。你这样还会有人想看我们直播吗？应该会有吧。会想看我们直播？哎，导播，你还在录吗？录个屁啊！好了，撑到现在的朋友，你一定是我们的粉粉吧？你一定想要得到新形态薄膜眼镜吧？赶快直播分享起来！你们会记得抽奖，快点去留言去分享 ，Go！ 留言告诉我们，你还想看我们直播什么样子的内容，或者是什么品牌的眼镜呢？拜托你留言留起来，我真的很怕没有人留言。对，拜托你，拜托你了，求求你，求你了，拜拜。